Thank you.
相同的灵魂。哎、欸，你们应该都认识吧？我们。保管着，那条蛇从来也不。
霹雳尔斯所统治的伊奥卡斯。并不是因为我不想与你同床，也不是我想再另结新欢，
你不用感到困扰，我们的孩子够了，我心满意足了。但是你想活得更好。对，生活上不虞匮乏。对，现实的生存法则改变了你。再说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一旦有了地位，就可以好好教养孩子，成为有用的人，而且再多生几个孩子做你刚刚不是说不要再生孩子了吗？再多生几个孩子做他孩子的兄弟，我们就可以把两家聚拢在一起，大家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你不用再生孩子，而我可以再多生几个，造福给现有的孩子，这是值得的。你还认为这是一场烂计划吗？你们能接受他这样的说法吗？男人根本不了解女人。我当然了解，你们女人总受一种心态左右，要是性生活美满就觉得拥有了一切，要是不美满，所有一切都被你否决。如果女人不存在，而男人可以经由另一种方式来繁衍后代，那这样生活不就太惬意了？他不是不爱你，这就是他的爱，跟你们想的浪漫完全不一样。如此说来，男人的心里确认不一样。我们是有道理啊。这女人心中的爱到底是什么？Yeah.
Thank you.
不要再装模作样，也不用和我多说什么。只要一句话，只要一句话，就能让你原形毕露。如果你不是懦夫，就不会背着我偷偷结婚。应该也会和我商量才对。啊，桂云，只有你在我们的儿女手下，为妻娶了双妾，与人家早将喜喜，不不领礼。从今以后，我实在也不找你来了。祝员工身体颇好。我问你，一人上路之时，我身体有何不好？如果我把我跟他结婚的事情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大惊小怪。你看，你现在不就暴跳如雷，无法自制吗？相爹，事已至此，你就知无益。你快快带领两个孩儿回家，另谋生路去吧。不是吗？不是吗？请你认识这一点，我答应这个皇室婚姻并不是因为女人的缘故，相反的，我希望能好好供养你，替我们的孩子，甚至有皇族血统的兄弟。什么艳女，我倒忘怀了。这对我们都是最好的保障。我问你，一人上路之时，不听老道，哪里是你梦话里哟？分明是你落心忘记哟！你立心之事对我言道，莫尘是非，不得众病吧？若是得众，哟！你
是。哼！什么糟蹋不糟蹋？快快给我走了出去！你要问，就是那韩丞相的妻子小姬。诅咒！我对你家也要求一道诅咒。你就不能都得去呀？可惜呀，婆婆目见六亲，夫婿身亏，只顾你安排。婚姻三合两，虚情一付，就是成婚之后你安排，随你。我不想再多说什么。如果你要离开，准备留望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的孩子一些钱；如果你要留下，我可以将你介绍给我几个朋友认识，他们会好好款待你的。不要拒绝我，别生气了，这是最大的好处。我永远不会接受你那群狐群狗党的好意，也不要你一点东西，所以不必再虚情假意了。So
快乐吗？我的小魔女。杰森，是你给了我勇气，让我勇敢面对一切的难题，让我离开了我的家乡。我终于可以过我想过的日子了。有你真好，杰森。有你真好。香菱，在家乡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让你在亲朋好友面前感到很得意？你一直都是我们家乡的骄傲，你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羡慕的对象，这感觉真陶醉，真享受。桂英，你不过风尘多年，认识了我以后，我带给你生命的盼望和快乐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在那三年里，光辉，我今生只爱你一个人，只爱你一个人，绝不止三年。是你的问题。
报复。我要报复。报复我？还是你自己的自恋？我自恋？明明是你背叛，背叛还可以找借口？背叛还可以有借口？找不到目的。
是怎样的一种罪？那要看爱情，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命运，才能论定。神啊，不要忘记今天这局面是谁酿成的。走吧，帮我省点力气，别让我再逼迫你。走吧，不要再让我痛苦。我有什么好省的？我的痛苦已经多到不必节省的地步。那么，我只好用武力驱逐你出境。不，克良，克良，不要这样！求求你听我说，不要这样！求求你听我说，求求你听我说，不要这样啊！求求你听我说。你这女人，简直想挑起一场骚乱。怎么会呢？我会走的。那你又穷嚷嚷个什么？又为什么紧抓我的手不放呢？只要再给我一天，只要再给我一天，让我想想哪里可以去过放逐的日子，哪里可以为我的孩子寻求庇护的地方。你不是也有孩子吗？你不是也有孩子吗？可怜可怜他们吧。好，不过我可要警告你，如果明天天亮以前你仍待在我的国境内，小心你的命。现在如果你一定要留下来，就只能留一天。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谅你也做不出什么足以让我害怕的事吧。啊，只要再给我一天，再这一天可以让那国王、公主还有你那不幸的丈夫变成三具尸体。你有许多方法可以害死他们。是要烧毁他们的新房子，还是偷偷用一把锋利的匕首刺进他们的胸口？这样太容易被别人发现了。那就用你最擅长的方法，毒药。毒药，毒药，用毒药毒死那三个可恨的人。三个？不，亲爱的复仇女神，我绝对不会杀死我的丈夫。赶快把这个结婚礼物送去给皇宫中那位新娘，她不会小看这些礼物的。
孩子，一起到宫里去，去求你父亲的那位新娘，去求她不要把你们给放逐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们一定要亲手把这个结婚礼物送到她的手上。等你们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替你们准备一份属于你们的礼物的。去，快去，快去吧，孩子们。公主、国王逃离这个地方，所以他放过杰森了。不，不，孩子，你们听懂了吗？在你们回来以后，将会有属于你们的礼物。米莉亚将剧毒的婚袍送给公主之后，她对杰森做的是更恐怖的事，她将会杀掉他们的孩子。孩子，你们的眼神如此清亮，你们的笑容如此甜蜜。不，我不能阻止我的计划。孩子，你们的笑容，你们的眼神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？算了，还是我把孩子送出城，去原谅他们的父母。刚刚那些软弱的想法，对，我要勇敢一点。抛开刚刚那些软弱的想法，你真的忍心下毒手吗？你要不要撤销原定的计划呢？把孩子带离这里，为什么要拿他们的痛苦去伤害他们的父亲？而且，你还得忍受双倍的痛苦。做
定决心。我已经下定决心。我已经下定决心。下定决心。马上。要去杀掉我的孩子。马上就要杀。我要去杀掉我的孩子。要去杀掉我的孩子。我绝不耽误时间。绝不耽误时间。我绝不耽误时间。他们必须得死，他们必须得死，他们必须得死，他们必须得死。既然要死，会痛苦的，我的痛苦你也拿头一份。做到我的孩子死了，我这么做为的就是要让你的心痛。我做到
告诉我孩子在哪里，让我可以摸一摸他们的身体，让我可以跟他好好告别。告诉我孩子在哪里。你不必再白费力气。
你的男人最后怎么样了？我唱死他，唱死他。当初在公堂上，只有包青天能奏折我，他一人力抗皇室强权，下令杀死我陈世美，证明杀人未遂的不姓汉。等一下，我一直想不清楚这个道理。陈世美遭受斩刑的真正理由是负心吗？从没听说过负心汉被处死。那就杀人未遂，他派人暗杀秦香莲母子三人，结果呢，去杀人的自杀，被杀的没事。可是杀人未遂也罪不至死啊。陈世美
呀？我不是杰森。我不是秦香梅。我是，不是陈世美。我是，我不是张卫颖。我是，我是王辉。我是，我不是。